你好，你知道附近哪有公共厕所吗？阿姨，厕所在哪儿我不知道，前边有一家眼镜店。眼镜店？我尿急，去眼镜店干啥呀？急不急我不知道，你眼瞎我是真看出来，还叫我阿姨，你咋不叫我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妈的好大儿，尿急是不？啊，妈把你啊！妈把你啊！女儿和儿子的区别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来，来，这会儿吃饭，来，书包给我。爸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来，这会儿吃饭吧。哎，来，书包给我。那我来了。妈，哇呀！哎呀，爸。妈，你这是又喝多了呀？你这一天天的又是烟又是酒的，你真怕我妈收拾你呀？你不告诉你妈不就行了吗？行吧行吧，我给你整点热水醒醒酒啊。妈，又喝多了呀？爸，喝不着。我给你整瓶啤的漱漱口。